场比赛。漂亮，好球，呼，不错啊，金克后可以啊。对，好球好球，不错不错，我们有数有数。哎，好的，因为我们知道打朱之赫的选手对于这个正手的连续的进攻质量啊要求非常高。哦，这个球起得来，好球，好的，攻消消攻的人家说。对，好球，啊，好球，啊，反攻，对，他是哎，好球，硬拔，哦，哎呦，漂亮漂亮，哦，好球，啊，漂亮漂亮，不错，是一点道理没有 啊，能对得上的啊，对对对对，哇，哦，这。哎，0-4，就一局没拿。嗯，其他你看，无论是对这个什巴耶夫啊，对波尔啊，对萨姆索诺夫啊，漂亮漂亮漂亮，啊，好球啊！不能，对他的反攻也能封，也能防，自己的抢攻呢？赢一局啊，这个对于他个人和对团队来说都很能提升。对，所以现在这个当然一定要有人把这个塞杀。然后再袭击反攻，嗯，假拼命假转，对，拼命假，好球，好球，这把就好球，这把就好球，好球啊！这生生是用，他挡下来，这个球，这个能力，金克后相当不错。哇，还能防，漂亮漂亮，哦，好球啊！这个削球的战术包括策略还没真正起到作用，原来想希望用强转抑制他，嗯，结果这个强转呢他接得很好，哎呦，是处理的，哎，漂亮，哇，接发球就开始了，哦，好球啊，这就是 T2 的这个作用啊，打了，漂亮，对其他音哦，这个一个斜线过来，抛过来就好，蛮好的，是吧？玩了几个旋转，好球，连续三个，朱世赫连转了三个，所以看朱世赫的这个老道就在这里啊！哎，漂亮漂亮，好球，哎呀，好球。漂亮，哇，哦，这还真追平，看抢最后这一分。哦哟，来了来了啊，来了来了，轻的。哦，朱之赫这一板上来放的漂亮，好球好球，朱之赫也很高兴，好球好球。锦赛的时候，中国打翻身仗的时候呢，瑞典曾经，考虑过，当他们知道，还是不舍得。不舍得用啊，对，不舍得让他只打一场，啊，是。当攻球把你抓在手里的时候，你真的没办法。漂亮，好，冲，掉，对，轮番再跟你弄啊。对啊，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劣势。对，一直不是他们的强项。好球，我完全没想到，嗯，这场比赛有惊喜啊，应该是有难度的，哎，没想到，对，哦，哎呦，这球擦网，特尔松
估计没想到。而这个罗斯科夫呢，有意外之喜。对，漂亮，你看，控制住，已经追了三分了啊！要踩刹车。对，要控制一下。哇，这一板有点意外啊！就这一，你如果不是特别高的质量的话，你还攻不起他。难道跟他，他就感觉有点犹豫了啊？对，你看见吗？啊，是。你想他当时打前面他打庄智渊的时候不是随便打着强攻，还是金科芳你看一点不吃重、好球、好了，定是这样老将嘛，发挥得很自如，27分，哎对啊，太厉害了，能能能，这个点非常好非常好，是这场比赛打得非常非常精彩，对、看得也很精彩，对，是直接判的威力，金克霍尔得分了，漂亮，哎呦怎么打啊，好久真的不吃转，不吃转，一点不吃转。很漂亮，漂亮，这才是朱世赫呢。漂亮，朱世赫从发球开始占据主动。哇，在这双方肯定还有第五局。是，是长是短另说。好，各的一个老道的地方。是。有了，接发球这个气氛。去加赛 ，OK。就是肯定要来了。对。两个抢这一分，先抢第四局，然后再打第五局。哇，最后还是朱志赫拿了。哇，太近刻号的时候是一个大的考验，因为这五分球，朱志赫是会打的，对，他的抢攻一定会上来。看一看，看见来了，来了吧？啊。好球啊，好球，漂亮，好的，哎呦好球，哇，漂亮，好，现在漂亮，直接侧身抢了，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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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漂亮漂亮，这下力量太小了，正面给是给不清楚，好的，哎呦，哇，太好看，看这一分，拿下，哎呀，可惜了，可惜了。金科霍尔今天打是应该他胜的，对，金科霍尔今天的表现确实是非常多亮点，可惜